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A 是这个向量 ，B 是这个向量 ，A 的长度等于十 ，B 的长度等于五，其中 x 大于 y 小于，那么 x 加 y 应该多少？哦，这个长度是等于十嘛，所以长度的平方是100，也就 h 平方哈，加上6636，等于呢十的平方100，那这长度等于五，所以它的平方等于五。3的平方加上 y 的平方等于5525了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 ，s 平方等于多少呢？等于64。哦，100减36，64。y 平方等于多少？25减9的话是16。所以呢 ，x 哈等于多少？正负8864。那 x 大于0，所以是8了。y 的话呢是16，正负4。正负4因为 y 小于0嘛，所以是负4。两个加起来所以是4。所以答案是4。